今天聊聊这个 LazyShare 和这个 Procreate 它们搭配有多好用。首先我们打开这个 LazyShare 这个软件，这里边有各种各样的笔刷，好用到飞。就这个风景植物这个笔刷，那简直是太好用了，有这个花叶子的，有这个云雾的，还有这个植物的。我们随便点击一个，然后点击右上角这里的下载，下载完成以后我们点击这个分享，然后选中这个 Procreate， 点击直接就导入进来了。这个植物二就是我们刚刚下载好的，就这质感，就这纹理，是我们得花多长时间才能调整出来的，但是这个笔刷一笔就能实现，多好用。这个软件中的色卡也是蛮多的，大家都可以一一来选择它，各种各样的，好用到爆。它的下载方式也是同样的道理，我们随便选择一个，然后直接就分享到这个 Procreate 中。看，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分享的这个软件，里边还有各种各样的字体可以下载，我们点击随便点击一个，然后点击下载，然后点击分享，然后同样的方法也是选择这个 Procreate， 简直就是给写字差的宝宝带来的福音。这些字体都是超级好看的，都是我刚刚下载的。要说唯一的缺点，就是导入进来的字体都显示一堆的这个乱码，需要我们自己找一下，但这仍然不会影响到我使用它的热情。这里边还有一些好看的这个纹理，还有这个图表，还有这个渐变色，还有这个杂色布纹，是不是很好用呀？